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喜欢金牛的钢弹模型制作家浅河艾尔莎。那今天呢是影之强者手游开服的第一天嘛。那如果说你已经刷完手抽了，觉得还不是很满意，或者说你想要再氪一点金来强化自己的账号，那我这边有两个开服最推荐、最优惠，而且相比其他游戏真的是优惠蛮多的方案推荐给大家。首先呢，是你点进商城之后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新手限定礼包，哦，它里面有一张必定获得 SSR 角色的卷，好，哦，然后再来是那个鲔鱼麦当劳，它也有两包礼包，分别是350跟500块，这两包也各有一张 SSR 卷。那这三张 SSR 卷加起来是1350的付费时，那如果说顺便要带走这个非常划算的普斯实抽的话，是1450个付费时。那这1450的付费时，理论上就不会直接去买这种狮头包，因为它现在目前刚开服有更划算的方案，是说你只要买一个最少的205块的付费狮头包，再加上每日幻魔石通行证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月卡齁，也是205块，它里面会有3000的免费时加800的付费时，也就是说这个月卡再加上狮头包总共会有1600，刚好足够 cover 掉你这1450的付费时。所以如果说你开服手抽刷的不太理想，你想要再补一些氪金来强化的账号的话，这里三张 SSR 券加上石抽普值包1450，刚好可以用月卡再加上一包205的石头包，哦，总共410块就可以把这三张 SSR 都带走，哦，那这是第一个划算的方案。第二个是官方目前有在做第二季动画的纪念礼包，那这个装备礼包呢600块，哦，那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升级 rank 的装备，再加上里面有附赠2320的付费石头，哦，那我已经买下去了。那2320的付费石头目前看起来是配套这个玩家等级提升礼包，也就是说你花2000付费石头，你可以把你的账号等级瞬间拉到72。那也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游戏的角色等级是随着账号等级卡上限的，所以说这个礼包可以快速把你账号等级往上拉，也就等于说你可以把你的角色等级可以瞬间突破上限，哦，拉到很高的等级。那这个东西目前看起来是跟这个配套的，因为你如果把等级往上拉了，你可能也没有这么多装备去升。那这个装备礼包附带这个等级礼包，两个配套起来，算是目前看起来也是对角色强度非常有大帮助的。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下，就是这个等级提升礼包啊，他把你的等级拉上去之后，他并不会给你就是等级提升的体力，他是不会给你的，哦，这边他自己自己有写原先升等时获得体力他是不会补给你的，好，然后这个礼包必须要第二章第六话之后才能购买。那如果说你想要补充 SSR 卡的话，就是这三包 SSR 礼包再加上这个石抽卷，哦，1450的付费时可以用月卡再加上一个205的付费时去 cover。 那如果说你想更上一层楼，这个600块再加上配套的等级礼包，可以让你的账号等级快速提升，然后让你的账号变强的速度比较快。那这个1000块的开服一条龙是目前最推荐的两个方案，看你是要抽400块抽三张 SSR，还是说1000块直接一条龙到底，哦，把等级拉一拉，哦，这是目前最推荐的两个氪金方案，哦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接下来因为我也是已经买了这三个方案，啊，然后我也准备要开抽了，来抽起来，来补张，来补个 SSR 角，来了三张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底要，为什么每次都要抽弄这个实抽来看，奇怪。问号对问号，是谁不知道？哦，最好是右边，右边我没有。碎啦，灾厄模拟，舒舒服服，真的是舒舒服服，赞呢。可以补角色就是赞，血海了。来第二张，
哦，干这个纯补 SSR 角色好爽，属实舒服，属实是真的舒服。来一张蝙蝠阿法是最理想。哦，这两张就重复了，纯粹补啊，纯粹补觉醒。魔女两张。什么什么看我哦，靠北不是哦，这个就 BSSR 卷，说什么好欧的，我操！来最后一张，三张抽起来，舒舒服服。然后连三魔女，我靠！来啊，见真章啊！要上诉哦，这个这好像会上诉哎，这一定上诉的吧？哦，教官可以，教官也很强哎，可以，舒舒服服。拉姆达入手，不错吧？而且现在普茨其实有几只也是蛮推荐的啦，所以在不爆量的情况下，其实抽起来是还可以接受。反正它是 BSS 啊，然后价格也很低啊，真的是蛮推的。我记得我这里还有十张吧。来，这十抽有没有料啊？3%决胜负。哦，有人干我的传单，赞啊！来来来来，哦 ，Delta 我没有哎、欸，我靠，这个，好哦，这个十抽好像有点猖狂，这次玩影墙抽卡是有点夸张啊，确实是夸张了一点。倒是真的有点夸张，这个出彩率有点扯，我自己也有点傻，也傻眼了。来啊，现在就是出谁的问题了。Delta 加油 ，Delta 加油！哇，好扯哦，真的是出彩出烂呢。没雷队友是这么猛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他这游戏没有雷属性啊。我的雷属诅咒不复存在。确实有点夸张，老实说属实有点夸张。一扑喜龙加油。好啊，重复了。小可惜。现在影墙是不是比地错好玩了？目前我的账号看起来目前是这样子、啊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这个普茨十抽好像属实也是有点猛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次开服最推荐的两种氪金方案，看好看是你要用410块换三张 SSR 加普茨十抽，还是说你要再补个600块上到1000块一条龙，好、哦、把等账号等级往上拉，好、哦、把那个账号强度瞬间提高。那这两个方案是目前刚开服，目前整个看下来最推荐最划算的两个氪金方案，那就推荐给大家。那这个频道之后不一定会继续出影墙的攻略影片、哦、不一定，也许会也许不会，不知道、哦、那就在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每天晚上7:30到8:00也都会开台啦，就是会开台跟大家同乐。那影墙是最近刚入坑的游戏，可能会开的比较多一点，好，那也有可能会开别的游戏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也欢迎每天晚上7:30到8:00来实况跟大家一起看台，一起聊天。好，那我是千二杀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